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艾丽，我是小优妮。小优妮，今天我们要去制作非常非常特别的便当哦。特别的便当，太棒了。是的，朋友们是不是也很好奇啊？那么我们就出发吧。艾丽去哪儿？老师你好。你好。老师你好。老师啊，我提前联系了你，就是那个我们要做那个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我不知道。就是说今天呢，今天的便当主角就是呀，难道是我吗？对呀、啊、三名人吗？三名我来猜一猜。哦，对对对，好的，第一个是谁？小凯莉。哦，对了，然后呢？小艾莉。没错没错，然后小优妮。不是吗？是小凯文。我呢？哎呀，真是的。我呢？他们准备演唱会不知道有多辛苦呢。你再看看你，每天只知道玩玩具跟买衣服。哦，要是我参加表演的话，就会做我吗？是啊。那我可要好好努力。好的好的好的。老师，我们聊得太远了，我们赶快开始吧。制作小凯莉、小艾莉、小凯文便当还真的是头一次呢。我也是。少量的盐，首先是盐。好。真的好香啊。我们现在先要做基本练琴哦。我们刚才团成的圆球呢，要再放到保鲜膜里面，这样揉一揉，让它更加的紧实一些。用保鲜膜再次捏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直接按照脸型来捏。哦，原来在这里就要捏出形状啊。小艾莉的脸是鸡蛋形，要按照形、干嘛弄这么大？太小了不就不够了吗？老师真的是吓了一大跳呢。好的，头发是黄颜色的对吧？是的，小艾莉的是。好的，那么把小艾莉拿过来，给她戴上。哦，要是刘海部分高高低低不整齐的话，我们再包起来捏一下。原来是这样贴上去的呀。原来是要用保鲜膜的。用保鲜膜才能弄得整齐一点、跟直接捏的比较一下，真的差好多呢。有高有低，用保鲜膜才能做得漂亮。像这样，这样捏好。哇，好的。好像有些不够呀。第一次做还是做得小一点比较好。我不是想让朋友们多吃点吗？那你用这个吧，我一会儿呢要捏这个头发。哇，光是这样就已经很有感觉了。就是呀。好。头发、马尾头，用炸过的意大利面粘就可以了。炸过的意大利面，或者面条啊，就是油炸面条之类的。是的。啊，老师做的真的好可爱呀！我也来试试。哦，小艾莉的姐姐也成型了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什么呀？怎么了嘛？小艾莉，我先给你道个歉哈，对不起了，对不起。才不是呢，小艾莉，我现在做的可成功了呢。好的，那现在轮到艾莉了，头发呢要这样做，然后呢？好的，朋友们，艾莉是第一次做，不过我觉得会做的很好，所以心情也相当不错呢，做的不赖呢。这次呢是胡萝卜，小凯文的头发。不过小凯文要是知道这是胡萝卜怎么办呢？那我们就做的让他看不出来呀。哦，朋友们，这可是秘密哦。嘿嘿。哇哇，真的，老师，小凯文的头真的做出来了呢。我还在苦恼小凯文的头究竟要怎么做呢，没想到这样咕咕咕咕咕，这样用手按一按就出来了呢。按按按按一下，按好按好，
哦，不错嘛，做的真的好成功啊，我真的好满意。我也是，看这个，当当。哇，我这次是超级满意的。我也是。好的，它放在这里。最后是谁呢？是谁？就是小凯莉。好的，现在来做小凯莉。小凯莉的头发是黑色的。是的。所以我们用海苔来做。啊，原来是海苔啊。哦。谢谢。这样粘上去的话不够粘。哦。所以。这回的粘合剂究竟会是。我们用糖稀。啊，糖稀。我们涂一点点在这里。啊，哇，这样涂一点。不错嘛。嗯。哦，哇，等一等。哦，老师，你什么时候把辫子都捏好的呀？到底是什么时候啊？老师，这是怎么弄的呀？用同样的方法把海苔缠在一起，然后用这个穿在上面。啊，原来是插在上面的呀。那么我们用刚才剩下的胡萝卜来穿就行了，对吗？哇，我也完成了，好棒啊，好可爱呀，豆豆，哈哈哈哈，怎么了嘛？啊，这个头发真是……小凯莉总是留黑色的头发，所以我就给她染了个头。啊，好的好的，现在我们要来做一下眼睛、鼻子跟嘴。对呀，对呀，就是眼睛、鼻子跟嘴怎么能少了呢？小尤尼，只要一想到就觉得好可爱哦。我也是呢。蝴蝶结，哇，天哪，好可爱呀！好的，接着我们把小艾莉跟小凯文的也都做出来吧。好呀，好的。哇，做得好棒啊。哇，真的好棒啊，这可是艺术作品，都舍不得下口了。这是我的，我的，这个是我做的。看，小凯莉、小艾莉、小凯文，啊，无论是谁都能认出他们来。怎么了？哇，这是什么？哇哇，朋友们，这是什么？哇，真的太漂亮了，老师做的真好。不行，我也要像老师一样把它们这样装起来。我也要，我也要。好的好的，这个生菜，生菜。艾莉好像装不下呀。怎么办呀？早就告诉你不要太贪心的了。嗯，好可惜呀，他们三个最好都装进去，看来只能放一个了。小凯文，你喜欢吗？要不你进去好了，正好。哇，完成了，朋友们，艾莉做的不错吧？你们看看，真的好漂亮。我的也是呢。漂亮呀，五颜六色的，真好看。哦，真是的。怎么样怎么样，我做的不错吧？不错吧，是吧？还有我的。现在我们要开始玩服不服游戏了。哦，服不服，服不服，快点快点快点，我要饿死了，快点，可以向后转了，赞。哇哇，这是什么？是什么呀？今天服不服游戏是饱餐一顿 vs 饿肚子。那么其中一个里面是什么都没有，对吗？是的，只能用眼观察然后做出决定。在哪里呢？首先我们石头剪刀布吧。哇，这从石头剪刀布就开始紧张了。好，剪刀石头布。啊，是什么是什么？嗯，哇，耶耶耶耶，好的，那我来选吧。这个，我选这个，我真的好饿呀。我也是。这个到底是饱餐一顿还是饿肚子的？来吧，开始了。一闭上眼睛，闭上眼睛，
一二三呀！哇，什么也没有。嗯，这是什么呀？里面不应该是我做的跟老师做的吗？啊，艾丽，你不吃我吃啊？不是了，我吃就是了。怎么了？怎么说不出话了？其实有点不想吃了。因为是艺术作品，所以舍不得吃啊。不过我太饿了，还是得吃。哦，怎么样？嗯，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就行。真的很好吃。嗯，我们再尝尝这个。看着真不错呀，怎么样？嗯，好吃吗？好噎呀，我要水。总之，不不服游戏，艾丽获胜！哟吼！哎呀，我还想吃我做的呢。都是我的。艾丽，给我点儿嘛。